赶紧核对，核对出结果，然后送回队里。翻的差不多了，你看，除了8月28号这一天司机依然是空白，其他基本上都没问题。8月28号，玉器行的运输公司也是万通公司，司机这一行没有显示，这像是故意的。这能不能证明我爸的思维问题？等我一下。万总，资料没抢回，但是都烧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